到这边放。好，这个稍微难一点啊。看好，它是什么的组合呢？它是一个是转角，第二个是拿，第三个是，这三个合在一起，合在一来做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角是正，这是正角，你看正角，正角，我讲过哈，正角。正角的目的，一个是换方向，一个是换镜。换方向就我本来的方向是在这里，可是敌人从那个地方来，敌人从那边来很快，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一二转过来，我没有时间用走的，所以我的方式是什么？我的方式是一层的空间转过来。所以正脚不是跳，正脚不是提腿踩，正脚是落的瞬间，往地上落，收腿往地上落的瞬间转，在空中转落地。所以你落地的那个声音不是你踩出来的，是你的重量下去。听懂啊？这个是换方向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的青龙飞身在这里，敌人从那个地方来，所以我必须要换这个啊，所以换过来这个手这样子上，这样子，所以他就是在这边标的拿标的这样子，这个是。好，他的手来这个手吧，啊，这是这边坐慢是这样子，坐慢是这样子，啊，所以他的动作是在这边，他从那个地方来，啊，你来这边，我姿势这样子，你打这个是打脑袋，啊，方向在这里，所以我在这边一瞬间一沉到这个手上来。会这样子，看不到这个拿这个手从这边这样子上来，看不到是出去回来，两个都是出去回来，出去回来，出去回来，看不到啊？出去这个手的出去，那个手出去回来。啊，手来出去回来，啊，所以不要直接这样打，你还是出去回来，听不懂？出去回来，啊，这个步，啊，做慢是这样子，啊，放松，转身，你看。伸开，收，好，试试看。